中国巧克力塔，让专家也疯狂。棉花糖现在都放进去烤，还要烤啊？对，好可爱哦，而且变蓬蓬的。最后再撒上这个，这个不用吃，直接给分了，可以吗？这是餐厅的甜点，没错。对，冰火交融的享受。哎，郭师傅给到满分十分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